这掏一个。啊，没错，下去掏，再掏一个。啊，但是你没有卡。那我没有卡就不用卡。太难了。那个蓝白的嘛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够不上。够不上。你先多瞄一会儿，你不要着急，多瞄。这个角度一点都不是很好。多瞄一会儿。微信信啊。你先找哪个好打？那个紫色好打。对呀、啊，先打漂亮的紫色。白球进去了，这么没劲啊！这么没劲！你现在，那你打过来打这个吗？这个黑八，黑八不能打，黑八不能打。你想不能打？那个小蓝，黑八最后打。啊，打不起来了。不能打就打。哎！不吃了，打就打。太坏了！来了，没听到，看到你了，怎么办？没事，没有。我真的，我打了半天，现在自由哥行不行？打了半天，一个都没有。永恒，有谁给你送一个永恒钻戒？多瞄一会儿，你不要对齐瞄。上次是打哪里？啊，中间。不是啊。格姐打这个好像不是很厉害吧？我没有打过。但是有人说，哇，好棒啊！这手很帅。哎，继续第二，口碑啊，那个绿的吧？就这个，你这样擦在右边那个，擦进去一下，推进。哦，快一点，可以。姿势要标准，打不打得进无所谓，动作要帅，速度要快。不是我，我其实是不会的，你知道吗？菜的鸭皮，打半天进了一个球，你还进了一个呢，那厉害。哎，哥哥，那如果你这个白球打出去，谁的球都没有碰上呢？掏一个呀！掏一个呀！谁的球都没碰上也要掏？我操！继续别人！我球线全部在这里。握手呢？几个？不是，就进了两个，哎，进了三个，他掏了一个。我进了两个了，我进了两个了。
如果能一杆进两个呢？进两个呀，不是进了我的。那如果进了一个你的，进了一个你的。就是从小跟我另外一个有点技术的，怎么下进这么多人啊？
小，好久没见了。是我们另外一个窝的老大。Oh,
你看到我刚那个球了吗？是不是很厉害？小姐姐，哪有黑皮小姐姐？
帖子是那个镜像，我把镜像关了。这张小黑皮夹你还在用吗？这呢？好球你们看到了吗？
Thank you.
什么东西啊？欢迎点点，点点新年快乐，点点。好久没见你啊，你最近在忙吗？我在跟发小打台球。会打沙打。你们过年也不休息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们一直掏，就在往外掏嘛。二月底回那个，回恭喜。谢谢点点的兔年飞机。是我发小，不是路人，从小玩了十几年的。点打台球厉不厉害？现在还看吗？看了吧。
我这能打伤了，我他妈气死了呀！第一季王浩杰哥哥被他弟弟打爆了。你解上，你下解上吧。然后第二季王浩杰哥哥刚才打篮球打进去了，笑死了。西方。加微信不？凌晨。不加微信。Thank you.
好漂亮，好直的一个球，很远的一个球。再来一发。哦哦哦！这么厉害！打黄的，打黄的。哇，我打。来个三连，好强啊！要不要三连？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三连了。操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好厉害啊！是这样。打了多久？教教他。我操！绝了！都是高手打半天。分别是什么呀？还是挺好玩的。舒心，不会打，很少打。超爱听，怎么打球挺搞笑的。我去，我看到一个人突然特别像火力堂主，好像火力堂主，巨像，巨像。这个像不像那个黑衣服戴帽子的那个？好像呀，好像呀。
那个凌乱的发型，戴个眼镜，侧脸，身形，是不是很像？就正脸不像，感觉很像。他怎么躲到人后面去了呀？他是知道我在拍他吗？正脸就不像了，但是那种侧脸的感觉很像。狐狸堂主，我朋友不是开车过来吗？他从乌鲁木齐开车过来的，他带了条杜宾，大狗，他带了条杜宾，哪里吃饭能让进杜宾呀？就找一个那种小一点的地方，反正能带狗的地方就可以，能让狗进来。化身，真的很像。包厢啊。堂主哥哥虽然爱打台球，但是不能侮辱他。怎么侮辱他了？继续啊！怎么侮辱他？半个小时吧，半个小时不到。放车上不太好吧，那狗是他的命你知道吧。你说他开车过来专门把狗带上，放车上不太好吧。我问他吃什么，他说吃什么无所谓，只要找个能带上我狗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打球运动感很强烈，什么东西，什么意思？看你来，我好像不太会一些，然后到鞋擦。刚为啥我拿它就是干点就很奇怪？你的姿势真的很丑。就我右手起不上劲儿。哦。你得看怎么使劲，那手是这样抖的，这样使劲儿，你怎么使劲？对啊。但你不能就是在这里不动，这里这样动。这咋动呢？
只能自己感受，你问我，我也不能说。对自己问，一般泰迪这些都是选 TP 老大，轻餐比较讲究啊。那就去汉餐吃吗？行，来。来，再打一局。Thank you.
墨镜。来感觉了，哐哐哐哐哐进，真的。Thank you.
激动，继续。你老喜欢这个是吧？怎么第三次？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天赋的啊！
不会吧？我差点。吓死我！我操！我太牛逼了！我刚刚那个技能，吃干净要吸气。刚刚那个好球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还有一个球啊！我刚掏出来的呀。价格挺好。对，我要赢了。
什么呀？谁又在这说我胖？是不是啊？是一个牌也不是很好的，对吧？是。
自由车，有接还接哪接吗？啊，哎，没事。解决到了。你要不去我也不去了，去啊，我也去了，不是说咱们没去啊，
那来都来了。他后面就是先不管了。不回来呀、啊？
你把你的狮子给我们一条留着呀。大力出奇迹。等号啊。大力出奇迹。烦啊！咱就抽出来一个，这是咱抽吗？你们打我都推翻了。啊！完了，大家反杀！大家反杀我！哎，这不是我们家。
看一眼。就是那种有小一点的店应该都可以哦。大的会包装一下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边那边装不来，装不来。对，过几年那人在中午九点啊，对啊，我都在里面吃饭，然后我说我走了。你吃完饭，我下午吃饭是如此啊。新源过来多长时间？2个小时。过来的。让我来正好。七点多。我们多少年没见了？我跟他们有。你就剩一个了，浩生。现在这么牛逼啊！你打完那个案子，当时感觉特别好，因为那案子。你回来时间也不够正好。我是过年啊，过年。你好强啊！现在。没时间。我觉得。你强啊！你是随后在成都买房子，你都不用去买了。哇！我操！这些啊，兄弟。他打完了已经啊。啊。这么牛。这个算了，这个算了，兄弟。这个算。110万，10万。啊？10万。走不走？你再打一把嘛，我朋友都把你带了。还有6公里。哎，我们去买车吧。你的羽绒服呢？是中午不穿暴走两下呀？在他那个屁股下面，屁股后面吗？啊、他们打的可以哦，不是我们刚刚打的是啥？我们是幼儿园级别。其实跟我一个吧，那边有。再买那双鞋。当时是啊，我以为不能在成都买，牙子。那你怎么买机票吃这些？可以买，因为当时我就是没有钱啊，要坐，就尤其是社保，哦，好像是在那个最后半，最后半个月就是没有把那个牙的大学毕业的那个钱全部用在这个标。他们打得好骚。找一个那种。哦哟，你差点。现在这个点儿，吃饭的。我操！现在这个点吃饭，我简直就是24小时的肯德基呀。烧烤的。哦，烧烤就是就咋？烧烤是咋不正宗的？还是串串？串什么？烤肉。三。你带宠物吗？
就一晚上不行了，我们多刷点机票。我是害怕是吓到客人还是吵到别人。进了进了，这肯定进了。球！哎呀，可以发！我操，就要绝杀战了！他们说绝杀吗？子弹。我们晚一点吗？这是子弹。晚一点。就今天晚上，明天早上就走了，快！因为过年了。就是这样子。他不会叫。我也是吗？跟着人就可以了。对。可以，那你就找一个远一点的房就可以了。他们怎么这么强啊？11:50。哎呀，我不用到了，我不用到门口了，吃一块吃的，随便吃点烧烤什么的吧，吃一点吧。他们来了，不吃个饭、啊。等会儿我们开车送你也行吗？我不用开车了。送回家。送回清水。先找车嘛，先找车嘛，没事我们送嘛。车给你找到了。他都从不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在哪？你先打，大家确定一下。还可以啊。嗯。再打。我操，他们打得太快了。他们好强，王浩真好强。你们打三把，不对，我们打一把，你们都给我打4-5把了。确实，真的，我们张毅一直在那掏。我们太磨叽了。你们掏不掏啊，王浩真？他们不掏。啊，不掏。就不用掏，你要打不掉。那你如果打不上怎么算？没有碰到球怎么算？打上他就自由了。哦，自由。这里让不让把狗带进来啊？应该让吧，这么乱，应该没人管吧？他应该到了，出门口吧。不要罚球就快，确实。去问一下。黑八是什么呀？我不是很会打，我打的很少。下了。我打了，可以了。喂，到了吧？应该。那我现在上来，我现在上来。好，就在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台球厅，它是一个那种地下室的那种。哦，干巴克。好。哦，到了，他应该饿了，我给他先点了两个炸串串吧。我操！这是他哦，这好像不是他的车。你搞两个炸串串。
这箱都是炸串串。来点啥？有年糕吗？年糕有。拿个年糕。拿个烤面筋。年糕。拿个前面啊。然后。回去搁那儿吧。火腿肠。把你麻烦，坐一把。好好好。里面讲。哪些快一点啊？啊，豆腐都可以。哦、来了。这能停车吗？停不了是吧？来的呢，辛苦了。我看看，没，哎呦，他妈的，吓死老子了！你先找个停车位吧。我操，那个狗脸突然凑过来，吓我一跳。你先烤啊！啊，他怎么跑那么远？哎，我还没有问让不让带狗哎，我去问他让不让带狗。应该能，应该能带吧，不用问了，我觉得。但是，那他停车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，好冷啊。他跑哪去了？应该跟着他的呀。废了，找不到他了，我操！哦，这里。哎，这个不是他吧？啊，就是他。哦，小鱼。哎，你先让狗下来噻、啊！你先让狗下来噻！我管不住他呀！我管不住他！我操，你的纹身太帅了、啊！他的纹身好帅，一脖子，但是不能拍。怎么回事？行不行？我说你技术行不行？让我看看他，麦克斯。啊，你行不行？人呢？他，麦克斯。然后去先你先，他能进去吗？应该可以吧，进不去我们就直接去吃饭。你不冷吗？他你把人家带出来，憋死了。别喊别喊，我他妈这么多人把他带出来干？你咋这么瘦啊？你又瘦了是不是？走走，直接去吃饭的地方走。直接去吃饭的地方啊？对啊，我还先打台球呢啊。那我还没拿东西啊。没错。来说一下，
先让他到这里来好不好？让他，你没有给他带绳子吗？还没有，在前座吧。你来，放哪儿了我？吃饭地方在哪？随便找，没有，不是不知道，就是，但是酒店我给你找好了。找。喂，那个拿上包上来吧。我们在我说拿上包上来吧，我们在楼上这里门口这边。不下来了吧？直接去吃饭嘛。嗯，行，好，你快给他拴个绳子呀。我说，不是走了吗？走啊！我的那个烧烤，我的烧烤还在，烧烤还在那个烤的那个地方。麦克斯，哎呦，别舔我！你这是个舔狗，他好帅哦。哎呦，你的大脸，哇，好帅呀、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他妈出口在哪？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出口右拐。哎呦，好了，哎呦，好了，哎呦，好，别舔，他爱不爱叫？哇，好帅呀、啊！我也想养个大狗了。找酒店是，在我家旁边。带能带狗？我给他说了，然后他说尽量不叫。他不叫吧？帮我看找右边。远了呢。舔狗，一二，好帅，他好大呀！他怎么？哎，还远了是吧？等会儿。好。嗯。我姨妈一激灵，我带不了。咋了？跟你妈去。你没来过啊？过来，他要上厕所的话，他会怎么办？叫是不是？下边上面就不上了。好，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先去。我给你拿了点烧烤，他应该好了。不，已经让他烤了。不，哎，我把车先系好行不行？好，过来，舔舔。他咬不咬人啊？应该不咬吧。这个狗还是好了吗？多少钱？13，没放枪。五万，这还是几万？不交呀？好了吧，应该。辣子呢？少放点。可以。你家的比较。喝一点去。快清走吧。还没好啊？嗯，好了。喜欢狗，我其实刚开始喜欢的是狗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我先下去一趟吧。刚开始喜欢的是狗，然后因为养狗很麻烦，我就养猫。是烈性犬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去哪吃？找到位置没有？没有能带宠物的。没有吗？我已经问了。没有能带宠物的，找一个那种包厢就好了。那我们也要带进去。吃一点。哎，他那个车已经到了。我也是更喜欢狗，但是养狗太麻烦了。那狗好帅呀，这么大，我感觉餐厅看到都会害怕。
包厢，包厢就。你的啊。嗯。好，他厉害。哦，车，你叫的车到了。还没。快到了吧。等一下。谢谢星星。在那儿呢，赶紧吃点。我是哎，别拿这种上车，他全子我。那你下来吃。兄弟们，哎呦，怎么是对着我的？看，我朋友，我发小们。Hello， 你把这段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哇，这狗了不得。我吃了吃。好舔。巨贵也好看。那我们先去哪呀？去哪吃？那去哪吃啊？你快想。啊？可是不带他好可怜，不想让他在车上呀。吃饭他一个能逮住啊？嗯，好，那怎么办？找个小饭馆。好，急死了。真吃一个嘛，现在就直接吃了。你哎呀，我等你别跑了，等一块儿去那个四川再去找你。什么？等去四川。一边工作去吃。不去了，送到了。都走了、啊、哎，你把这姐姐微信不是主要是、啊、我都把你微信这里是卓跟我们然后都回去那个什么对啊，翠丝哥哥刚来对啊，然后除夕我下周过来约他呢，那不是一起、啊、我知道，哎呀这赶紧把他送回去吧，不然那个啥今天太晚了，你推不就好了，我推就行了吗？你推就好了，他推了。那怎么弄啊？那我们走了，先撤呗，先撤吧。好吧拜拜。那我们走吧。那刚好，那你们去你们那边开你们的车去嘛。他敢不敢？哎呦呦，他妈！你吓我一跳啊！他们敢吧？应该。你们不害怕吧？不害怕。哎呦！Max。你要浅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就沿路找，然后哪家能不舔我宝贝儿？直接砸！不舔我。住在前面了吧？住在我家附近，我家不在这片。哎呦，宝宝不舔我！疯狂！哎呦我去，把帽子都给你叼掉了！你怎么这么爱舔人啊？哎呀，好了。我应该早知道，我应该坐后面。嗯，他叫啥 ？Max， 是吧？哦。我的手。你是说推荐几个吃饭的地方吗？这哪一片比较多？不听我。那个后面是我妹，哦，你应该没见过。哦。给我洗了个脸。啊不，他脸上有化妆品，他挺没事吧？没事，他爱当舔狗没关系。早知道直接去吃饭，我还不买烧烤，还买烧烤。对啊，我想到你太饿了，让你垫垫两口。没事，回来了，烧烤。他平时看到人他也这样子吗？就是一顿狂舔。没有，看到陌生人不行。我们不就是陌生人吗？跟你说话也没算了。他平时叫不叫？我给那个老板说他不怎么叫，人家他不会叫，叫不叫？谁？他说狗呀、啊。他说可以带，他说那就悄悄带，他害怕别人投诉。我这边没锁，他不叫。那就行。啊、真的养只大猩猩很有爱情的。对呀、啊。我要是我说，我要是你是主要说个位置吧，我们去那附近。这附近。我觉得关门了，所以。关门，那我们就去找。我们找，要不找随便找吧。那个啊，右转。
右拐，右拐，右拐。转右转。市区怎么走？你知不知道？市利群路是不是多得很？我昨天晚上我在利群路喝的酒。利群路那边好多小店。对，那边好多烧烤店啊。哦，你看那一天人都麻了。沟疼的。直走。嗯。哦，我刚刚看，我一看到他在停我了。Max， 好大，他怎么长这么快啊？他小时候卷耳朵的时候，我见过他是吧？是吧？见了吧，应该。他那时候不是哦，被送去卷耳朵了，还没见啊？他被送去割耳朵了，是不是？我忘了。为什么割耳朵？让他立起来。他是不是一个人待车，他就会疯狂叫啊？是景华亭那边吧？嗯，给我说地方。那个啊，我跟你说咋走。你接导航吗？给，你拿我手机搜。望景华亭吗？六中。让他给个那样子偏一点的房间。我就给他说了，给个偏的房子，然后他说可以找个标间偏一点的，就玻璃能不能稍微擦一下？哎呦，这也是，这是他的头吗？哎呦，他躺下睡觉了呀，累了。你是不是第一次带他出这么远的远门？嗯。面飞子，你想吃啥？想吃面飞子吗？找个随便啥店都可以啊。哎，我觉得其实这一溜的那样子有包厢应该都可以，我们带包厢里面嘛，是吧？然后这个里边？没有，我说一下，我别拐进，万一人家又不让带的话，麻烦。这个狗狗是硬毛，它掉毛厉害吗？掉也掉了，比长毛狗掉的多。比别的狗还掉的多？对啊。但是我看它摸着毛是那种硬，就是比较硬的。它属于猎犬吗？猎犬。你手机的定位在成都，我用我手机导航。请走向左侧车道。这现在变不了了吗？那你过红绿灯。左转进入四川路。那边有什么店呀？火锅店啊，烧烤店都有。我感觉我一路闭上眼睛开过来了。困黑了，我操！就是后面白天还好开，后面就不好开了。开了多长时间？总共？计算了。四点六个，七个小时。开七个小时。差不多了吧？红绿灯直走。直走。啊，这不是三中吗？啊，对啊。这是我高中，我是上的高中。哎，我闻到那个串的味儿，我饿了，我想吃东西呢。在脚下，好香啊！我早饿了。我说就打一个小时嘛，就是你越打越饿。在吗？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你们俩吃不吃串？可是我害怕你吃狗会过来，你别吃了，等会下车你吃吧。你可以，我可以头转过去，你喂我咬一口。梗哈，啊，可以口。是啥的？羊羔。进入上海北。有没有其他的？我还不想跟你吃我的羊羔呢。这啥？豆腐。哦，天哪！你说啥？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啊！宝贝，这个不是你吃的哦。张嘴巴，闻到味了。坐好。啊！别那么凶嘛，凶他干嘛？他喜欢美女，有错吗？他可能他是也饿了。嗯？他是也饿了。不知道吗？
左转啊。嗯嗯，左转。那个坦克呢？我妈呢？他是法斗是吧？哦。那胖成猪了是不是？早就不买了，搞你一车味儿。那三个月你有上班吗？你中间吃饭了没有？没有。嗯，不饿吗？不饿，我今天没吃。我操，你不饿吗？你中间这个不是叫右转啊？啊啊，右转。进入山洞。我就感觉你又瘦了。这万荣这边吗？啊啊，万荣的对面就是这排有好的，我应该还没关。万荣应该关了。万荣肯定应该是关。好像很多青菜事儿比较多啊。嗯，青菜应该不会浪费。看一下。就等会儿就可以。1.2公里后到达目的地，前方红绿灯请直行，高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它是公狗还是母狗？公的。你看不到人家小鸡鸡吗？真是。确实是饿了。我可少。我可少。哎，我可少。我的。他会不会握手？会了。他还会干什么？他会不会给你叼东西啊？保持直行，从右侧。不会。右侧两车道。你拿出来他就过来了，好乖呀。哎，又想养狗了，但真烦。我才买了一只猫，算了，不养狗了。直行通过红绿灯后250米到达。我要养狗就好几养这大死去。等我结婚了再养只狗。哎呦，母的是不是长得没公的帅呀？如果母的肚边的话，母的体型小。直行。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啊，是一个什么超市吧？前方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啊，这附近有吃饭了吗？怎么看着就没有啊？我在前面，稍微啊，就在这边，然后他有进车的地方也可以进。辣子鸡。即将到达目的地，烧烤吧，川湘菜吧，这儿。到达御景华亭附近。嚯，烧烤。目的地在您右侧，本次导航我去问去。往左边，左边。这边这两家我看不开了。啊，那边前面那个。这个可以，我去问一下，找个包厢就可以了。狼火锅，这还没有包厢吗？有几点下班呀？已经下班了。已经下班了。你们现在吃吗？嗯。现在吃着。好好好。下班了。下班了，怎么这么早就下班呀？还不如刚刚三。
就那一溜，我感觉那还，哎呦，那还晚一点，不然等会儿就去沥青路吧。是隔天你没带安全带吗？别说话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好吧？你还说出来。我觉得这边是黑的。你说你确定这里有吗？哎，不然掉头刚那个破烧烤，就那个小的，然后那个破烧烤，但到时候先掉头去。哎，那你怎么回？你今天晚上回家吗？你家一定是有房子是吧？啊你妈在哪呢？你妈在哪？我妈在山。在伊宁市啊。那你为什么跑新源去了？我姥姥在那边。那哥是今天你跟阿姨一块那个啥？啊，阿姨放回来了。哎，那阿姨叫你过来玩，我们以为去给阿姨拜年。啊，你。这是哪片我都不知道，感觉怎么看着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东西、啊。好雨了。什么路啊？怎么这么颠簸？无眠小酒馆。我妈刚给我打了电话，我给她打过，我给她打过去，怎么就没人接了呢？万一你打电话，你是不是应该是。我妈也在长大。我妈照顾外婆呀。不要下班，不要下班，不要下班。我操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老板下班了吗？下班了吗？还没下班吧？没有。嗯，你们到几点呀？你喝到几点？没什么人的话，我们能带条狗吗？啊、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行吗？可以，没事没事。可以啊。没事，小狗吧。中大狗，但我们有绳子的。行行。啊，好好好，那行。我们可能四五个人。可以。可以。啊？我把我包拿上吧。这边多得很吧，停车位。下来吧。老板，我们坐哪？楼上还是楼下方便呀？都行。都行。现在没啥人了。哦，那行。坐。圆桌吧。可以。圆桌。圆桌吧。可以啊。给他说。好。四位是吧？哦，对，四位。张老师才开呢。为啥发小男的多，女的也有。你大概到几点吧？也没有，我们也不怎么喝酒，就吃饭。
2点钟够了，差不多差不多够了，你不管吃饭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我们也有女的，有两个女的，有一个女的反骨了，有一个抢我男朋友不跟他玩了，还有一个生孩结婚了，怀孕了，就没出来。哎，我们院子好像本来是女孩少，嗯，我们院子本来也是女孩少啊，没办法，也不是女孩，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全是男孩。对，你那个年龄的就只有我，就是对跟我玩的这个年龄的也有几个小女孩，但他们太小了。太小了，跟我们当时就没玩到一起。那个谁好像在啊，也在一年。怎么一下子873了？我还没点呢。啊，我一扫进来。你是扫了上桌的单子，上桌的单子对。嗯，对，那应该是。哎，为什么下单是成功？你扫。开车不能喝酒啊，对。你人太乱了。对啊，我没下单呀，我刚点进来啊。这个是放衣服的箱子啊，都好小，都差不多，你看。夏天怎么总是在问一些废话？你那废话文学创造者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个直接本来就扔进去就好了呀，那你要干什么呀？什么？有袋子。就是都有，他们都给箱子了。这个扫码不行哎。他们怎么点了这么多？我在夜店很详细，那有一个地方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对，这桌还没点呢，我把重新转一下。这桌真能吃，这桌吃了900，真的很能吃。他们多少个人吃？吃这么多？可能五六七个人吧。六七个人吃900。我们好多年没见了，李叔。对呀、啊，好多年。就感觉从高中分开，初中分开。不、哦，应该是高中。你的包要不要放到那个后面的？坐吧。那还到这里面来吗？哎呀，现在好，现在可以扫。哦，下次再说便宜。麻烦了是吧？嗯，不缝啊。你吃什么？都可以。来展示一下的成果，坐下。这是皮，它上都是啥？这是？太干了，行不行？皮屑。你妈给你打电话。它还有皮屑。喂。没有，我朋友刚来，就是我。我们几个朋友刚来，开车刚过来，带他过来吃个饭，然后吃完饭我就过去了。明天走啊？对啊。明天我们开车回。明天开车回去。哪里匆忙啊？不匆忙啊。不是我回那个哪还有事儿啊？我成都还有事儿啊，在这边也没啥事儿了呀。没有，我回成都还有事儿。好了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吃完饭就回去了。刚坐下来吃饭，你是昨天也刚过来。坐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坐吧，给点你。小夏啊，那个酒店离这远不远？在我家旁边，反正都要去我们家那边。坐下。我好重视啊。摸它哪里，它会咬你，它会不愿意的。坐下。Max， 坐下。坐下。嗯，他怎么只听你的话？有纸啊，我看看他有纸。有纸。他是你老公的事啊。对啊。
明天几点走？你休息好再走啊。那就一点两点。可以啊，反正慢慢开回去嘛，中间三零五玩一会儿。三零五现在搞得可好，而且这两天免票，不然前面得一车300块钱。一个车300块钱。对，一车300。现在是算免票。过年吧。哎，这你喝了没有？我没喝。给你了，给你了。他渴不渴？他要不要喝水啊？我要喝水啊。过来，过来。能啥了吗？好重啊，感觉搬都搬不动了。过来，过来。哎呀哎呀，你是真的有力气。过来。我是不是有点暴力，哥？让他轻一点行不行？链子也很瘦哦。这个皮屑是没办法治了吗？皮肤病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干，毛油亮油亮的。坐下 ，Max， 买链子，帮你凯哥 ，Max， 坐下。哦，你屁股有点重，你往屁股往那边，你屁股往那边，坐下。啊，他把我的手在他嘴里，棒棒。耳朵立起来了。哦，这是我，这是我发小，你是卓，那是我妹。我随便点，随便点。你点，你点，这是我朋友王振翔，就棒棒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吃啥，主要是随便，已经点好了。不，我也点了一些。可以先吃什么？没啥想法，先吃先。啥也没有。你看，没有你在这里看我点，然后你。不喝吧？你喝不喝？不喝了吧？你要喝，我可以开车呀、啊。你跟他们喝，我可能就我开我。我现在来雪碧。过来。没点啥吗？就都是烧烤，你看，嗯，这小菜，肉片，我不喝饮料，不喝。对啊，我还以为是那个衣服带的，我看了半天，我想是那扣的是这个样子，墨镜嘛那些。要不要吃？想吃啥？你们俩能不能喝？可以。你喝一点，能喝一点。你们俩谁来喝？开车。可以吗？你方不方便？我咋不方便？我昨天喝了，昨天喝多了，然后不想喝了，昨天喝的白了。他的尾巴是皱的，有点一点点，他切了。他真的好重啊，弄不动他，过来。哎呀，他把头担在我腿上，你怎么这么会？你怎么这么会？啊？真今天去玩了，要不要在这里玩一天？摔倒，要不要在这里玩一天？过年上班，这么快啊？年假放完了这就？对，周六上班了。真的好大，我腿子。没有了，你拿什么？你是不是渴了？你找个干净的那种纸杯子，给他倒点水喝嘛。又别吵。他确实很爱甜，小甜狗。
你啥时候回去啊？嗯、你还在特克斯银行？哦、嗯、哦。咋样嘛？还行啊。感觉你好像真的好久了啊、哦！为啥去特克斯嘛？就是考了一次试，然后之后正好那个咱那边在招，然后。你太远了呀，很不方便啊！特克斯我去了，好小啊，啥也没有感觉。啊、嗯，特别小。那天在干啥呀？干银行的活呀、啊。就是我的意思，就平时也没什么玩的。平时本就周末回来，然后。你去拿喝的，你看他喝什么酒啊，好吗？等会儿。他害羞，他不会说的。你看这个葱。我这个手抓好像是 Digital 哥哥吧，我问他们要了那个监控视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给我。啊，他这个皮看得我难受，我真的想，你是洗澡也洗不掉是吧？对，新疆太干了。那把带走，我带成都去吧。我帮你养一段时间。No。哎，我帮你养一段时间嘛。你肯定帮小蜜。哈哈。X 啊，过来嘛。过来。真的好重，牵不动，可以闻哦。一岁了，养它很贵吗？费不费钱？4.20出门到现在。4.20出的门？真的是一天了。养它贵不贵？没算过。他吃的贵吗？一千多吧。这么贵啊？那比养猫贵太多了。你别跑。你的力气太大了。是，过来。光骨粮1000多，还有鸡腿肉、鸡胸肉，需要生鸡腿。他要吃生肉，不吃生肉，那他生肉的话屎很臭吧？嗯，别叫他了，他好不容易坐下。哎，他好不容易坐下，你别叫他。过来。够了。你还要再养个坦克，我的天哪！你光养这两个狗，都多少钱了？嗯，不玩，不行，中，不行，真的不听话呀！握手 ，X， 握手，嗯，握手，他都不跟我握手 ，X， 握手。过去，屁股过去，屁股过去，头过。头在干啥？他头在干啥？你过来。过来。握手。好玩。握手。走。握手。握手。我那个爪子，哎，累了。养狗真的是，要遛它的话，得是它遛我。我下了，兄弟们。你的猫放哪了？没有，在我朋友家，两只的全躺那儿，这两天生病了，我着急要赶快回去。哦。不是啊，那狗不就用来握手的吗？他能不能跟你握手？啊？他能不能跟你握手？过了也不给吃的，是不是没吃？所以他不跟我握手。不是。有吃的他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过来。
过，我看他跟别人过。是。真的很过分哎！过来，手。耶耶。撞到什么？宝贝，握手。嗯，握手，握手嘛。嗯。明天谁走？就我们俩。就我们俩，还有谁啊？等。你今天还有朋友要走吗？嗯。握手，手。哎，他给我了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说，过年找他，张旭他们喝没喝？没有，他忙店里边生意的吧？他开店了，开啥店了？奶茶店。啊，不是马占品的吗？他开的。他开的？他们分了吗？分了。真分了？对啊。我以为他们疯掉了，我下了啊，我们吃个饭。